说是要考虑到先哪些领域啊？一个然后呢？稍微往后一点，这个是大的，要15厘米。这个多少钱啊？这个多少钱？小朋友往后站一点。这个是多少钱？这个大概在5000。啊，这个哪一个卖给我吧？啊？这个拿回去干嘛？这个两个人。妈妈就这样立。这个涂鸦就是可以自己设计，是不是？就是你自己往里传，高的涂上后。啊，他们上回有危险。在哪里呀、啊？你到现场拍一个就可以。我在大一在创业这边啊。对，录像一个的。这个一条是你现场卖的？没有，我们今天就是拍的。这个用来干嘛的？现在主要是商业广告。我们所有的产品在这个上面展示出来。我们上海实验，我们给他做了一个 logo 的设计，所有的 logo 全都。你们主持人给我一本吗？我们没有带。那你买呀？怎么买呀？没有，用哪里？加微信买的。加微信是吧？我们就来了。哎，你能不能现场拍一个试一下？现场拍一个试一下。那个票。小朋友小心点，往前面走。哪里呀？卖任何的产品，哎，我看一下，卖任何的产品就在这个上面做，卖任何的产品就在这个上面做。就任何产品都可以。材料没有带，哎，我们如果 KTV 想小姐也可以出去在这里讲啊。这个很好，买了没有？这什么东西？